甜的饽饽，看看这牛舌饼、金龙送福、葱花钢炉，这是我们沈阳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字关东饽饽。希望所有的朋友关注辽宁，所有的父老乡亲们带着好吃的，带着一份诚心，带着已经准备了好几十年的冰天雪地，还有我们东三省的热情候着您。祝您龙年大吉，龙年一定来东三省旅游。过年好。